终于你喜欢什么样的结能永远纠缠，感情里没有背叛不背叛，只不过缘分有满就该离开。爱可以承担，虽然浪漫之后有些遗憾，心里好像残废了一块，至少我找到人生部分答案。如果失望的难关都是善意的安排，看我的希望有多少能耐，有些不成熟的伤伤痛后会更明白，究竟有什么值得我去爱。不怕失败，相信自己不败，没有错过怎么会有痛快，就算失败相信这爱不败，爱过才懂我为什么存在。光光是吧 ？OK 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让你，不，让大家都把你看光光。口子，口子，现在就算吃了100%的苦巧克力，也会觉得很甜。嗯，是啊，我们女人有时候碰到真心喜欢的男人，就会忍不住想要温柔的对待他。只有你了解我的明白，我竟然都不知道，维利亚睡觉的样子。是需要时间和心力去培养的，就像是为了增加巧克力的口感和脆度，我们得不断重复的去调温一样，只是调温到最后可能不是我们要的效果，中间的过程往往会有很多的变化，感情更是这样。只是小小，难道因为这样子你就不去试试看了吗？当然不会。
是啊，还是会觉得有点没有信心。侯先，你去哪里？哦，我刚刚去散步了。哦，随便走走。你刚在聊什么？刚才聊维尼的事。哦。哎，你没有把威力怎么样嘛？哎，怎么可能？你没礼貌。去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小小，嗯，你真的确定威力就是你要的喜欢的人吗？那个，我们经过了那么多次的相亲相爱以后，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哦，不是啦，他是我喜欢的。就像天雷勾动地火，一发不可收啊！你知道吗？他睡觉的样子真的好可爱。洪熙恩，你没有在听我讲话哦。哇哇，你怎么了？脸红成那个样子。我脸红吗？超红，你连耳朵都是红的。嗯。哦，哎，因为我刚刚喝酒啦，边散步边喝很多酒。我先去睡了，晚安。哎，熙恩，你没怎么样吧？没事了，豪姐，她很抽用。豪姐，那你再继续听我说。我跟你说，威利他睡觉的样子真的好可爱。哦，这我刚刚讲过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睡觉的时候，我仔细看到他的睫毛超长。被鬼附身吗？洪先是你好朋友，是你家人哎，你怎么能对他做出这种事？笨！苏一晨，你真的是苏一晨，爱情苏一晨，事业苏一晨，长相苏一晨，什么都输人家一晨，你为什么不信赢呢？这样就不会都输了吗？
哎。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只能想办法弥补咯。我怎么弥补他？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？我真是疯了！真是个白痴！真的是一个白痴！只是怕那个混蛋找上门，就硬着头皮告白。现在好了，被拒绝了 ，Get out！ 我对他的感情，应该只有像家人一样吧。就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没错。我肯定是疯了。好好的像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不是很好吗？没事搞这一出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。你看到他一定很尴尬。不只是尴尬，还会很不自在。如果说是因为喝了酒所以什么都不记得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你是不是该面对他，接受他，处理他，放下他？你怎么在这边啊？能怎么样吧？刷牙洗脸，准备吃早餐了。子怡，子怡，王子怡，这是干嘛？起来呀，王子怡！只剩五分钟了，起来了，不要睡了啦！干嘛啦？昨天后来，我们会怎样？我跟小小，有没有起来了，王子怡？谁知道你看眼内裤对不对啊？不用对我觉得很抱歉，我是说真的。你还记得可可树可以维持多少年的收成吗？除去前五年不能利用的不算，最多可以长达40年。所以啦，我的27年比起可可树还差得远呢。晨，
别忘了，我是道道地地的 Chalk People， 有热情、有活力、态度乐观的巧克力人。所以你可以不接受我的感情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我们还有根深蒂固的友情啊。天空很大，我们很小，抬头迎接从上而来的安排。我保证，我还是那个能够做出令人愉快的巧克力的苏一晨。而你呢，就继续把 Diamo Chocolate 打造成你想要的样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只要是你想做到的，我都会全力支持，帮你做到。明天还在，用力一推，逃生之门会打开。一晨，窗外依然白天。现在一样睡不着，老朋友了还那么客气干嘛？不带来的兴奋很美妙，我拥抱了烦恼。大师就是大师啊，还要继续当王宝钏的学长。唉，不懂了，这样才是真正的男子汉，有 guts。 好凄美的黄昏之恋。什么黄昏之恋？我王口跟好姐还很年轻，顶多就中午而已。啊！你们在做什么？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巧克力呢？巧克力。这里，你这风景超好的。哎，大师，大师，谢谢。没大没小，没礼貌哎。哎呀，我有东西忘记拿，你们先吃，我回去拿。哦，好啊，好。小心哦。大师，请接受我对你的敬意。我对大师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一般，只要一满意，就泛滥成灾，蔓延一座又一座的小城。好了好了，那还天灾人祸呢，去去去。好难，难，好，再坐。谢谢。狗腿。大师，吃水果，养颜美容，促进消化，才不会看起来一脸像。大家早。哎，早。好。捡东西要捡多久啊？是吧？哎，巧克力啊，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有回房间睡啊？哦，我喝醉的时候啊，会乱走来走去。哪有啊，酒品超好的啊。哦，酒品超好笑的啊，乱晃也不知道是真的。对啊，我子怡最了解我。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睡在草坪上。对啊，最惨的是我怎么走去那边我都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这边还撞到一个大巴，也不知道怎么撞的，反正昨天晚上都是我不知道了。对啊，只记得我们一起喝酒到
喝到醉之后就失忆，然后昨天晚上发生事情我都不知道。爸，等一下我们就直接到公司开早餐汇报。对不起，爸，不要往后走。你不，爸，爸，爸，你在找谁啊？我在找，不可能的，我看错了，不可能的。爸，你没事吧？还是先取消早餐的汇报，我们回家先，可以吗？直接到公司吧。好开心啊！刚刚讲的好好笑。那你好了啦。那你小心开车。哎，你们大家听好了啊！回去以后到店里面集合，要是有翘班的就扣1000。哇塞！不是这样的吧？威胁利诱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？再说的话扣2000，2000哦。上班，亮，我开个门呐。那我坐公车好了。坐公车那回到店里不都晚上了？这还没开始工作就想要翘班啊？不是啊，我是不想要麻烦你们。怎么会麻烦？我们就一起坐车。那。我坐大师的车好了。啊，走了，孩子们都上车了。怎么吗？快点啊，要扣钱了。2000。好，店里集合了。嗯。好。小心开车。好，小心开。大师。啊。我开吧。好。哎，为什么你开啊？我帮我爸跑计程车好几年了，我安全驾驶 number one 没问题了。这是新式的，怎么用啊？这样。对。你到底会不会？冷气不良啊，自己调啊。现在车子都是很科技化的啊，有不懂就问我。大师啊，其实呢，我是专业的，我帮我爸跑车已经好一阵子了。哎呀，女孩子开车能有什么专业啊？女生拿到驾照啊，就好像拿到了手枪执照。什么意思啊？合法杀人啊。哎，你这侮辱人啊。大师，这个车呢是1400cc 的，但它是原装进口的。哎呦，马力可强的。啊，女孩子懂什么车啊？啊，我认识太多女孩子了啊，说的一口好技术，真正上路啊，不行的。是吗？
不赶时间的。这什么？我刚看到有人在卖这些药啊，效果超神奇的。他说这可以强筋健骨、治内伤，然后这是健骨丸，这个是通血路的。哪有这种药啊？你被骗了？怎么可能？哎，那个人超诚恳的，他还跟我讲说保证有效，无效退费。你有没有碰过诈骗集团？还是你在整我？哎，我是为你好，哎，这样怀疑我？那哪来的钱？先说好，你不准骂我。好。啊，就你每次叫我买东西都会给我很多钱，然后把剩下的钱一点一点存起来。一点一点。这些药原价大概9800，打完折优惠3600。你怎么知道？真的是3600哎！看吧，就是他很有名的，你都知道，还说什么这是假的？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因为我给你的钱就刚好是3600，也就是你会被骗的数字。我给你这些钱是要让你去吃饭的，不是让你被骗的。我就希望快点好。好人做蠢事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去帮我办出院手续。你可以出院啦，那我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快去办。去啊！这么蠢啊！风声到底能不能活啊？谁是真能爱的谁先指挥谁最后离开的谁最心碎，把你自己还有行李都放上车。为什么我也要啊？哎，我只答应照顾你到你脚好为止。你看我的脚像是好了吗？可是你刚刚走路明明都还好好的啊。我脚好了，可是我还没好啊。上车，上车。是肤浅，我不知不觉习惯，两手一摊闭嘴，刀枪不入却感觉要崩溃。爱明明到了嘴边却冻结，爱明明近在眼前却敷衍，切断所有的方法，却期待你会像电影般突然出现在面前。说不出的爱，怕受到伤害，却就背对等你走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呀？只好假装全都不稀罕。那你想去哪？说不出的爱，回餐厅啊，我还要回去上班。Are fire. 为什么你说了就算啊？那你说，我说了算不算？是总经理说了算了，但是你也要让我回去拿东西，我才好去找别的工作嘛。唉，你这样骗，你要骗到什么时候？我，你还有20秒。大黑道。再说一次，像你这么蠢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鹿岛石被大野狼带走。现在救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送你回家。聪明人呢要用脑袋，不要永远身体跑得比脑子还快，这样也会死得很快。好啦，我会乖乖听话。有时候要懂得察言观色，要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。拜托你不要害我，赶快带我离开了。有家可归是幸福的，你这样要骗，要骗到什么时候？
去。没想到你还蛮有骨气的嘛。我不是故意要隐瞒，我想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回学校，这样才有脸回家跟我爸妈道歉。有骨气，好。什么意思啦？那这样吧，到我家。啊？啊？跟我回家，帮我打扫家里，照顾我，直到我病好为止。你病？你哪里病啦？你脚不才刚好。我脚是好，可是你知道我内出血还没好，而且刚被你气的都内伤了，所以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。啊？我的手机怎么在你那？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跟我回家，照顾我到我的伤病痊愈为止？不要，这小人就会威胁我。不要。喂喂。请问一下，是洪熙慧的家长吗？哎，是这样，洪熙慧刚刚在学校呢，被钢琴砸到头。什么？被钢琴打到头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他人现在又怎样嘛？对，你爸。喂，喂，怎么可能钢琴砸到头？我怎么好像也听到电话的铃声？啊？喂，爸哦。熙慧啊，哎，你在学校还好吧？很好啊。哎，刚刚哦接到电话了，说什么你被钢琴去砸到头？怎么可能被钢琴砸到头啊？那个是诈骗集团，他骗人的啦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我当然不会相信啊，钢琴那么重，谁拿得起来啊？砸到头嘞，乱讲。啊，你没事就好了哦。说你一个人生活在外面哦，什么事都要小心一点，知道吗？哎，爸，小心。啊，熙慧啊，你人在哪里啊？我怎么好像有听到你的声音呢？那个我们在讲电话，你当然听得到我的声音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还差点忘记了。哎，啊，你刚刚说要小心什么？小心开车啦。还有啊，那个你洗车的时候啊，不要把那个水桶放在脚边啦，这样很容易被绊倒，然后你腰不好又很容易会闪到。就说啊，女儿是老爸上一辈子的情人呐，啊，一点都没错啊！我差一点要跌倒，你都可以感应得到啊！好了，听你的，把水桶啊放远一点啊！好了，爸，你那个跑车不要太辛苦，找时间好好休息哈。你也是啊，他一个人在外面哦。什么事情啊都要小心一点啊。啊如果有放假哦就要回来呢。老爸我哦我是说啊，你弟弟西平很想你啊。啊知道了啦，爸。好了，乖哦，拜拜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是要跟我回家，还是我现在就送你回家？
题我没有薪水。有。进来。管这么多干什么？看这里，你站在这，什么都不准碰，知道吗？我这家里很多机关，上一次有一个人来，乱碰，掉到地窖里面去了。你家还有地窖？不准碰。这样算天数的，58.2。我在医院照顾你的那几天，也要把它算进去。60，再吵我就送你回家。60就60嘛，1.8天算伤你的了。来，他自签了。80天内，甲方需听从乙方命令，乙方一个口令，甲方一个动作，不得违抗。就几个字，看这么久啊。薪水，看来你还不蠢嘛。还有啊，跟你说，一开始的薪水要抵医药费。哪有这种的？那你至少应该提供食宿吧。好，那先。你真的很爱趁人之危。我只有要照顾你的病，没有要做其他事情。签完字以后才发现，会不会太慢了？还是你想要做什么其他特别的服务？家跟你好像哦，冷冰冰的又灰暗。跟我们家就不一样，我们家就很多娃娃，很温馨。还是你要不要跟我妈咪订做她的手工娃娃？你看，超可爱的。拿远一点。这真的很可爱哎，而且你看它摸起来好舒服哦。这就是我风格，要开你房间快。对，来，这就是你的房间，
哇，真的是豪宅耶！以后你要打扫的地方就是一楼。那二楼嘞？不准碰。可是你不是要我照顾你？我不去二楼的话，我怎么照顾你啊？反正除了走廊还有我的房间以外的东西，你一个都不准碰。哦。说真的，你们俩都各退了一步，关系又没有那么僵了，有什么不好谈呢？佳瑞都跟你说了吧，我们昨天在度假村碰了嘉华的事，我就从来没有看过嘉华他有笑过这么开心的样子。开心就好啊。好，好是好，他在家里头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，难道是我错了吗？我让他待在家里头这么不快乐，哪有父母不疼孩子不为孩子好的，就是用错了方法，说什么面子啊什么成就啊，都不如一家人和和乐乐的生活在一起珍贵。和和乐乐，他看到那些人还有笑容，看到我就算了，我不想提了。哼，你还不是一样，你见到他是什么德行，那个连板的笑都不会笑，就像个铜像似的。你既然想通了，就把嘉华找回来吧。一家人吵得再凶还是一家人，你们现在两个人都为对方着想了，那还有什么谈不拢的呢？我就不相信你就忍心让他在外头当个巧克力店员受那种苦。原来你有两个儿子，难怪他离家出走你一点都不在乎。不要说你隐瞒他亲生母亲不让他去找，逼着他离家出走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。我叫他回来他就会回来吗？你又不是那小子，在家里对我那是什么态度？嗯，搞了半天还是拉不下这张脸，对不对？是想让我老太婆出马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哼，你嘴上不说，你心里就这么想。你是我生的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唉，算我认了，谁让我比你更想我的宝贝孙子呢？哎，事不宜迟，你赶快交代司机准备一下，我马上出门。好，你说的啊。老夫人要出门，准备一下车啊。我是方佩龙，你帮我找一个人，叫戈佳怡。28岁的他会期待什么，追求什么？是我妈，我想要找到她，照顾她。
是爱。